Thank you.
陈氏太极拳呢，它讲究松圆随整，松圆随都它是太极拳的普遍的这个特点，都有松圆随。但是呢，作为陈氏太极拳，它又有整，有爆发力。这个整就体现了它的积极性。你打不出整来，你就肯定没有积极性；你打出整来，你才有积极性。所以呢，我叔他教的时候十分强调这个整劲儿。你打不好整劲儿，你这拳整趟拳就失色不少。因此在这个整劲儿上，他也十分强调，让我去下功夫去练，把这些整劲儿都编成单式，每一招一式都得练单式去训练去。他教我的时候呢，我感觉到他那个教到什么时候呢，我觉得就难度大一些了。凡是有弹抖劲儿的地方，我感觉就是费劲。你比如说严氏红锤和这个青龙出水，像这个地方他打的非常有力度，与众不同。严守红锤他打出去以后，他是先严守下势蓄势，然后这突然一发力，一卷卷放发力到前边以后，一跟那个箭射中靶一样为之一震，然后一抖，这个劲儿，趟一进这劲儿颤，真是那个功力特别的，真的我感觉特别漂亮。青龙出水也是这样，他往左手一撩，跟着右手一打，这个震劲儿，这有很有穿透力。我感觉就学这个的时候，挺难的。我在这方面啊，打严守红锤不知道打了多少下了，十分的苦。一个单式几百下，你才能把这个式子真正的练好。你不通过千锤百炼，这个整件的式子你绝对练不好。1964年8月份的时候，他开始教我拧那个棒子，拧那二棒子。这个二棒子我也拧了很长时间，一直在年轻的时候始终在坚持拧这二棒子。另外他还教我这个抖大杆，这抖大杆呢是陈发科的传统，几乎陈发科的弟子，有名的弟子我所知道的像李金武，孙丰秋，这个我叔叔像冯老师，像陈兆奎陈老师都抖大杆，都家里都有大杆，这就当初这个陈发科老先生传下来的，在家里抖大杆。我叔也在家抖，那抖大杆十分见功力，真正把这大杆抖好的，抖的前面那个颤，那个确实挺不容易的，也挺累。那个我年轻的时候呢，也我叔也教我这抖大杆，抖大杆拧棒子。我叔他始终坚持陈发科的那个拳架的高低，他多高我就多高。咱们现在可以看见，陈发科老先生有200多幅拳照，可以看到这个陈发科他的拳架的高低，也可以看到陈兆奎老先生拳架高低。现在我领会拳架高低呢，应该是高低有度，高也有度，低也要有度。因为你这个拳架式子高低，它为什么要高，为什么要低啊？拳架它有两个十分重要作用，一个是叫做这个步伐的灵活性，一个叫做步伐的稳定性。你过高了，可能高了可能灵活，低了可能稳定，但是过低了既不稳定也不灵活，失去了稳定性又失去了灵活性，这拳肯定就不行了。低，臀不能低于膝，臀低于膝就叫荡当，荡当为什么荡当它就不行了呢？它是这样的，它荡当以后呢，腿的整体的肌肉它不能发挥作用了，腿的后
大腿的后侧的肌肉处于松弛状态，它不紧张，不紧张它就没劲儿，没劲儿它就肯定稳定性也差了，灵活性也差了，你想站起来也费劲。所以说打拳并不是越低越好，应该是高低有度。我认为应该按照陈发科这个老先生的那个照片，像以这个单边为例吧，他的屈腿应该是在左腿屈，应该是和地形成那个角度应该是135度左右，可能中盘呢略低一些，可能有的架子就高一些，有的架子就低一些，但是要像单边呢，像这个懒扎衣这样的式子呢，都在135度左右，都在这个角度上，比较合适，也比较合理，和身体和这个躯干形成的这个角度比较合理，它容易发挥。再低了，你低到极限也不能荡荡，高到极限也不能直站着打拳，这就是我认为这个拳架的高低的这个看法。
我们练的陈氏太极拳二路，是陈发科前辈在北京传下来的，经田秀臣老师，我跟田秀臣老师学习的陈氏太极拳二路。陈氏太极拳二路呢，主要是和一路的特点是一样的，刚柔相济，快慢相间，螺旋缠绕，松活弹抖，但是呢，它比一路刚更多一些，弹抖劲儿也多一些。弹抖劲儿的发劲儿的方法呢，主要是劲儿起于足，经腰裆一转，然后达于烧结。它一共71个式子，其中呢有很多一路重复的式子，我们就不在这儿重复讲了。我们主要讲的是它的生的式子。练习二路的时候呢，要注意它的抖发劲儿的发劲儿方法。只要把这个抖发劲儿发劲儿方法发好了以后呢，这二路呢就不难了。一路讲过的重复的式子我们就不再讲了，所以从第六式开始，搬蓝肘，单边，双手变拳，向左抖击，再向右抖击，搬蓝肘，再来一遍啊，单边，双手变拳，向左抖击，再向右抖击。这个式子呢，它那个抖击的时候呢，劲从脚起，经过腰，腰和裆一转，然后尽力达到烧结。再来一遍，向左抖击，向右抖击。劲儿从脚起，经腰裆一转，然后达到烧结。护心锤，身体向左跃起，然后双拳由内向外抖击。由内向外抖击，右手在上在外，左手在里在下抖击。也它的进路的方式和搬蓝肘是一样的，凡是抖击动作都是这样。下边转学习脑部，煞腰压肘拳。这斜形化步呢，右手变拳画一个弧，然后右拳停于左胯侧，煞腰压肘拳。右手变拳画一个弧，然后发点肘劲儿，转体，式子下沉，右拳停于左胯部。右手变拳画一个弧，转体下沉，右拳停于右胯侧，眼看右拳，煞腰压肘拳。下边颈揽直入，右拳变掌画一个立圆，身体右转扣左脚，左脚扣到右脚侧，转体，然后左手下撑，右手上撩，颈揽直入，接着转体风扫梅花，右手撩起来，撩起右脚随之一扫，转成金刚倒对的预备式。下边再来一遍啊，右手画一个立圆，左手按到这个右手的这个挣脱劲儿，跨左脚
撑，转身，转成金刚倒对的准备式，下边金刚倒对，金刚倒对完了，十字手，这都是一路有过的啊。臂伸垂，双手下开，双手变拳，右拳停于右额侧，左拳停于左腿边上，臂伸垂，再来一遍，下开，变拳，臂伸垂，下边劈伸垂，劈伸垂，双拳交叉于右胸前，双拳交叉，然后左拳向外抖击，右拳向后抖击，左拳拳心朝上，右拳拳心朝里，眼看左拳，撇身锤啊，下边斩手，左拳画一个圈，左拳变掌一抓，变掌一抓，跨右步斩，阵脚，抓，斩，阵脚，抓，斩，阵脚，下边翻花舞袖，在下斩的同时，跃起转身，翻花舞袖，翻花舞袖，再来一遍啊，一抓。严守红锤，严守红锤，下边飞步傲篮肘，身体后引，后引，然后击右拳，转身，右肘向前，右手前击，左手迎着右手打到左右肘的小臂部，再来一遍啊！这是飞步傲篮肘。转云手，两个，一，二，高探马，再转云手，两个，高探马，高探马，下边连珠炮，双手下捋。撤步，上步，掌两双掌发力，左掌在下，用掌根发力，左掌是主手，右掌是副手，右掌是横掌，左掌是立掌，撤步，上步，发劲儿，撤步上，发劲儿，三个，右手。横掌在上，同肩平，左掌在下是立掌，然后双掌交叉，蹬脚，双掌交叉，双掌交叉，蹬左脚，用足跟发劲儿，双掌交叉，用足跟发劲儿。倒麒麟，转身，跨左步，上步，
船长白蛇土信，双掌交叉，蹬左脚转身，白蛇吐信，一、二、三，三个白蛇吐信。白蛇吐信，右掌从胸前穿过，左掌从下从上往下按，上步穿，上步穿，嗯，连续做三个。海底翻花，双掌变拳，双掌变拳，右拳画一个弧，停到右腿侧，右膝提起，海底翻花呢，这个右膝要顶到敌方的海底处，所以叫海底翻花。它强调的是膝顶，右拳停于右腿侧，拳心相对，右拳心朝上，左拳心朝里，下面右接岩手红锤。这个岩手红锤呢，在这个二路当中它是一个连接式，所以它出现多次，合于左臂，然后开柿子下沉，转身六合，这两拳合于裆部，身体下沉，蓄劲儿，准备做裹鞭炮。下沉，转体180度，震脚开，蓄劲儿向外蹦，展腹展胸，然后绷拳，展腹展胸绷拳，两拳停于两肩两边，两肩两边，展腹展胸蹦，蹦完了以后呢，身体向左跃起，再蹦两个，一、二，然后再转体，一、二，两个裹鞭炮，然后转护心锤，撤右脚，双拳向外蹦，左拳在上，右拳在里，再撤左脚，右拳在上，左拳在里，护心锤，转劈架子，身体跃起，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，双手交叉，然后以左手为主手向外发劲儿，眼看左手方向劈架子，三花五绣，岩手红锤，撤右脚，身体下沉，右拳停于右额侧，左拳停于左胯内，伏虎，身体后撤，伏虎完了，抹眉红，右拳变成单指，身体蓄劲儿，向左侧跃起，撤右脚，跟左步做脚水动作，黄龙三脚水，脚三次，然后换劲儿，震脚，
左黄龙三角水，一二三，连撤两步，左蹬一根，右蹬一根，海底翻花，严守红锤。咱们从这个伏虎这儿再来一次，严守红锤，拳先向左引，撤右步，先向左引，撤右步，伏虎，跃起，转身，左手叉腰，右手做脚水动作，三次，脚下跟步，转阵脚，左手做脚水动作，右手叉腰，脚下跟步，撤两步，掌变拳，蹬，海底翻化，严守红锤，右拳收回，交叉，两拳交叉，转身，狮子下沉，阵脚开步，转体蓄劲儿，转体280度，跳起，燕人红锤，再做一遍啊，交叉，是下沉，转体，阵脚，开步，蓄劲儿，转体280度，再跳起来，燕人红锤。交叉，两拳交叉，转体下沉，是下沉，阵脚，开步，蓄劲儿，然后以右脚为轴，左脚扫地，转体280度，扫堂腿，跳起来，严守红锤。阵脚开步蓄劲儿，转体跳起来，严守红锤，右冲，身体跃起，双拳向右冲，右前方冲，右冲，右拳在上，左拳在下，跳起来再向左冲，左冲，左拳在上，右拳在下，右冲，左冲，撸回来，跳，撸，右冲，左冲，倒叉，上步，上右步，上成右虚步，然后右拳叉，叉，左手护在这个右臂侧，右拳叉下。右虚步，转海底翻花，严守红锤，收回来拳，转体，阵脚，下边夺二红，右腿抬起来向后，然后连环上步，蹦右拳，连环上步，蹦右拳。再上两步，再蹦右拳，多少红，蹦右拳，连环炮，一女穿梭，回头当门炮，连环炮，一女穿梭，回头当门炮，下边转撇身锤，撇身锤，重心偏左，以左拳为主，抓阵脚，抓阵脚，右拳砸在左掌心，从这边来一下，偏身锤，
扎在左掌心，奥兰肘上步，右肘前击，奥兰肘，右肘前击，奥兰肘，这个奥兰肘呢，左手托住右锤，右肘前击，左肘左手是助力啊，震脚，奥兰肘，顺兰肘，右肘画一个小圈，然后以单肘向右前方击肘。再来一遍啊，顺兰肘，下边穿心肘，穿心肘以左手搭于右小臂画圈，然后蓄劲儿冲，这三个肘法脚下都要根部震脚。我再连续做一下啊，奥兰肘，顺兰肘，穿心肘，窝里炮，双手变拳，双手变拳，上步横击，双手变拳上步，两拳右拳向右侧，右前方横击，根部，下边转井栏直入，风扫梅花，金刚倒对，收势。二路呢，收势的时候应该收在一路的起势的地方，这个一二路应该连续练，连续练完以后呢，二路收势应该在起势的原地收势。
Thank you.